友们好，这是七哥暂停记，今天是春夏秋冬组合，大家看到穿短袖，然后这个 Jessica G 姐戴了一个很漂亮的围巾，然后这个小皮侠穿西装，然后我穿着这个厚重的热热的皮衣，所以这个很期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今天的法庭上的一些进展啊。但是在这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开播之前 Jessica G 姐特别说高考的时候都没有现在那么认真，拿着一个小本子每天都在记。对，那我们先请Jessica G 姐来说一下，就是您看到郭先生，尤其是您这几天和小雨姐一起嘛，从加拿大过来，然后小雨姐昨天也分享了看到郭先生的一些感受啊，在法庭的一些感受，也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尤其这个您开播之前，您跟我说郭先生有一些手势啊，今天，所以您跟战友们分享一下。对对对，战友们好啊。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差不多有第二周了，是吧？两周在这边了。我是6月4号当天看到的七哥，但是看到了以后，我觉得啊，就感觉好像经常性见面那种状态。那今天呢，我觉得是这么多天以来七哥在现场，因为都是庭审前啊，庭审前七哥来了以后，我们早早的去排队就是为了那几分钟的时刻。就是大家知道9:30才是庭审，但是你知道吗，7点就有战友在法院的大门口底下就在排队。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第一名都是排不到的，我们7:30到就第一，就是第二第三名，今天是这样一个状况。哇，然后呢进去安检，然后呢上去，然后再到上面再去26B再排队，都要在里面排到8:45才能进。那进了以后呢，我们就是等待七哥进来的那个时刻，还在庭审前的那个时刻。那今天我就发现七哥今天就是他的动作是最丰富和最多的。那有其中一个动作呢，其实是对我做的，所以跟他讲一下，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你知道吗？我看到了。然后这样一个打电话的一个动作，为什么会有这个？后来我们对起来，因为我们进入就是在那边排队了以后，我们就大家拍合照嘛，所以是第一个就拍了5-6个人。那就进去之前呢，还一分钟说赶紧发一个盖特，赶紧发一个推特，战友们就特别爱看。昨天我就是 po 了一张照片，有上万人就在看。那我今天赶紧要再发嘛，但是又进去了，所以呢，我就在那里赶紧走，让别人先在前面去安检。那一块我们不知道七哥他用什么方式他能看到了。然后呢，为什么我们对起来，是因为我旁边有个战刀大哥，战刀大他就说战刀，因为战刀在过安检的时候跟安检人员，我们现在都是关系非常融洽，安检人员就说哇你好帅，安检人就说你的鞋子好漂亮，他经常安检人就会夸我们嘛。然后战刀就说我练拳击，然后呢就是七哥把这两个动作加在一起做出来了，就说一个打电话，其实我是在发东西嘛，就电话，你走路的时候边走再发，然后呢一个就是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两个坐在一起一对，原来七哥就是对我们在做这个手势，知道吧？后面七哥还给大家所有人做一个手势，就说要这样，然后我很感恩，我很感恩，对，所以真的太幸福，这个时刻就是找到，就是战友们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知道吧？为了这个时刻。那明天会不会战友们6:30就去排队？真有可能。内卷太厉害了。其实这个法庭的好像大门7:30才开是吗？那7:45到8:00才开。OK。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去的话，就是我们的7:30左右到的话，基本上都不是第一个了，前面总共有2-3个战友已经在了。慢慢的开门的时候，就是说已经排了一长串了，更别说到上面去排队了。这样理解了吧？对，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刚刚Jessica 姐分享到的，一个是战友们在法这个还没有进入到法庭，在南区之外的这个场景，那可能郭先生可能因为他提前到法庭，或者是他在楼上等等，可能因为某种情况，他可以和他的律师团看得到法庭这个下面大家在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我觉得很有趣，这个说到就是战友们因为经常去看这个庭审和这个法庭的工作人员，对吧？安检的人员关系都很融洽，然后这个安检人员还夸我们的这个战刀大哥说衣服很漂亮，鞋子很漂亮，所以这个很融洽的这个氛围也是很值得跟大家提起的。那我们这个直切主题，我们今天这个庭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从这个盖特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第15个这个证人，对吧？我而且呢还有 FBI 的证人又重新的这个再上场，然后还有来自于银行的这个证人。那我们先从这个早上，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前香草山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的一个义工，对吧？然后昨天政府其实只是对他进行了非常常规的一些这个询问，那政府今天继续去做这个直接质询的时候，又是从哪些这个切入点想要立什么样的论调给给这样的一个证人那我们请Ava 来开始。OK， 我需不要讲一下庭审之前的一些信息，可以直接就 OK， 因为今天在对今天庭审其实到9:40才开始，就但是在9:40之前呢，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被讨论了，也就是检方和这个辩方，检方提出来就是对之后的几位证人作证的证人的一个描述，他就检方想请两位证人，提到的第一位证人就是一个这个先生叫 Samuel Roberts， 这个先生是从一个公司叫 Big Go 一个公司来的，他曾经对洗联储的所收到的一些信息呢做过一些评估，然后最后得出了一个推荐，就是说要把这个，因为他是这个 Big Go 公司的一个头，当时 Big Go 公司跟这个洗联储是有生意上的合作，但是他呢因为看了一些信息之后呢，他就推荐要终止这个合作，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检方要采用这位证人，想让他在就是庭上描述一下他为什么什么信息让他觉得他要停止和这个洗联储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关系，这是他们讨论的一个第一个证人。第二个证人就提到的是 Mercantile Bank CEO，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听就是14号证人作证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银行，因为当时是一个他们要买的一个数字银行，这个数字银行是在波多黎各的，然后这个当时但是这个就是这里就提到这个检方就提到这个当时要买的时候是谁买呢，是威廉叶的这个 Hamilton Fund 要去买，但是由于这个政府呢已经把这个威廉叶的这个 Hamilton Fund 的钱给冻结了，在他买之前要冻结了，所以说这笔交易就没有成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提到了有一个律师，就是有一个案件法律诉讼 arbitration， OK， 法律诉讼一个仲裁是在这个 Mercantile Bank 和这个 Hamilton 之间进行的，而且最终呢是这个 Mercantile Bank 赢了， OK， 是这个 Hamilton 输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检方想调用这个 CEOMercantile Bank 的 CEO 来作证，来提供一些在这个仲裁期间他们的一些庭审的记录，还有他们得到的一些信息一些 review。 但是呢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信息就是 Mercantile 银行给提供给检方的信息，其实是检方在4月中旬就已经收到，但是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控辩双方的交涉和法官的这个谈论当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检方认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于他们在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刚刚把这个 Mercantile 银行给他4月中旬就跟检方分享的所有的材料刚刚给到我们的辩方。那有多少材料呢？一共有16000页，有754个文件。OK， 这个就很惊，就因为想想看，这个证人他们是想这个星期或者下星期一，最晚下个星期一就要质询的，但是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对不对？而且16000页的文件，比高考更恐怖，754个文件，16000页，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而且文贵先生还要知道翻译，对不对？你还要跟你的这个客户去翻译成中文，那你想想看这个时间。所以 C 的律师都没到庭前来。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检方就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没有办法给你答复，因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现在的 C 的大律师都不能到庭上，因为他现在在审查你们给我的这个文件，我看完之后我才能告诉你到底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反对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早上开始之前交涉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还有个信息就是说，其实这只是检方检出来的，从他们给提供给检方的一大堆信息里检出来的一些，那原来的提供给检方的信息有79000页，对 ，OK， 关于这一个证人，就关于这个 Mercantile Bank 的所有的交易啊什么，有79000页，所以说这也是后来就是这个问到有没有对有没有 table of contents， 这是 judge 问的，就是对法官问你有没有一个 table of contents 啊，你有没有什么 comparison 啊，然后那个检方就说我们没有。OK， 他说我们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说我们还是很愿意跟这个辩方去 work 的，我们愿意把这个排期呢移到下个星期，如果怎么样，就把这个问题谈了一下。但最终呢，结果是没有定的，到底这两位证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上庭，是最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上庭，到底什么时候来上庭，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辩方还在努力的想把第一位证人就是 Samuel Roberts exclude， 就是排除。对。
是的，因为这个大家看这个法庭的文件当中可以看到，控辩双方都在关于这个 Big Go 的这个证人，对，都有在进行这个信件上的这个讨论。那因为刚刚意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检方四月份就有了这些材料，然后呢，总共关于这一家银行 Mercantile 这一家银行的材料有七万九千多份，其实算相当于是八万多份的，七万九千页，对，七万九千页，相当于是八万页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的一个长度。然后呢，这个四月份收到的材料，昨天晚上才发，发了10000多页，对，然后是700多份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对吧？而且他们自己主动承认他们做错了。那我在我们说这个证人继续的这个质询的这个情况，问一下飞侠，当时庭上控辩双方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郭先生听到昨天晚上10000多份、700多份，相信他跟他的律师在开始之前也肯定沟通了这个事情。郭先生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或者是状态？当时看的其实不是很真切，但是还是挺淡定的，对，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状态，可能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也习以为常，因为之前很多这种来回的这个检方啊，给大家这个给辩方提供的文件都是非常非常晚，比如说头天下午5点，头天凌晨再给你发一个，然后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所以这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比较夸张的一个事情。对，小飞想补充一下 Sabrina， 就是在庭前的时候 Sabrina 进来的时候，今天是戴着耳机哼着歌就从我们这边身边过去的，你知道这个状态，对吧，很轻松，然后很自然，然后非常淡定的这样走进了这个法庭。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 Robert 是不可以作为专家证人的，对不对？今天早晨在 Big O 的这个证人，对 Big O，法官说他不可以作为专家证人，但是检方依旧会传唤的，让他出庭作证。对，这是今天庭前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OK， 那好，那我们就开始说这个今天的一个，就是继续对这个证人十五的一个盘问。那我们的这个 Ferguson 就不是我们检方的这个 Ferguson 的这个检察官继续问他，那刚开始的就是说到了这个贷款，就是农场的借款，然后就直接主题就说啊，你借了多少钱？我们从他的这个回答当中知道他是20000元，借给了当时的香草山，然后啊就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是什么时候借款换钱的，汇到哪里了，是从哪个银行账户，你是就是一些系列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最后呢签了一个和这个香草山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是在8月12号的2020年的签的这么一个借款合同。那同时呢，这个检察官呢，福克森呢也替我们做了一点工作啊，就是说他把这个合同拿出来，就说哎，你看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借款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借款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嘛，就是说这个借款可以用于任何农场想用的，是 general working capital， 就它没有任何的限制，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就说到，他说那你在签署这个文件之前你有没有读过，又来了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之前有别的证人就木兰啊什么都说对吧，不知道，没有读，因为然后他也是，他说我不记得了 OK， 但他说我只记得当时签这个文件的时候呢，压力就时间很紧迫，然后只有24小时到48个小时，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很短的时间，而且有很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银行账户，然后每个人的银行账户又不一样，然后要我们马上立即的汇钱，因为为什么呢，是我们被通知是因为 CCP 在背后，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必须还要到这个 Telegram 的 group，还要到 Telegram 的这个 Telegram 的这个投资人的群里，电报群里，然后等待确认我们的钱已经收到，然后所以说我没有时间，我不觉得我有时间去读这份文件。然后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补充的？没有补充就这边我补充一下，其实检方就想问他，你是不是就是说是先打钱啊，还是说再看再签合同？他说他不太确定。但是呢，我因为我是香草山的这样的就是一些投资行为，我家全是参与的。香草山在这个所有的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的走流程和规则的，他不可能说先让你打款，肯定先把协议发给你，那我们肯定都是要看了协议签了以后再去打款才有顺序，对，捋顺序。所以他这个时候的话他就说哎，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就要赶紧要打款，对吧？他打了这样一个时间差。但是我作为一个另外一个香草山的投资人，我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的，就是说以每一套的法律程序，我们绝对就是好好的看，这看不看是你的问题了，我反正作为投资人我说好好看，再时间紧迫我都打了，对吧？所以啊，这个我作为投资人可以反驳他一下。
而且然后就显示出来，它上面啊说啊，你这个借款是每年是3%，它还很它还很突出每年，它说 annually 3%。好，就到这儿，这是检方。然后后来检方就问，有一个附件，对吧？这个借款合同最后有个附件，这个附件是在2021年的时候，对不对？你记得这个附件里面，是就把附件给调出来。他说你记得吗？啊，记得。那这个附件里面呢，又说到这个钱呢是用于就是政治行为，就是比如说 political activity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机会都是可以的。然后就问到就是长岛哥，这时候就提到长岛哥，就说长岛哥当时因为是这个农场的农场主嘛，所以他说那你在签这个附件的时候，对不对？那长岛的反应是什么？对你说了什么？他的回答也是我不记得。我看他有很多我不记得。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农场借款，这个农场会终止跟这个借款人的一个合同。那有三个条件，他就读出来这个检察官。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开始攻击文贵先生，第二个如果你开始违背爆料革命的一些事情，对吧？然后因为爆料革命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上面写得很清楚。然后最后一条就是如果你开始反对新中国联邦，对 ，OK， 就这个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然后这时候才问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读过？哎，对，就是好好的读过。对，你有没有读过这个附件？在你签之前，他怎么说的？这个他说没有读过，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读？他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要求要退款了，然后说那个为什么就是你要求退款，这跟那个你没有读是没有关系。他说这是在11月，然后我已经开始质疑，在4月到5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质疑了，这是2021年4月5月。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SEC 它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声明 settlement， 对于关于 GTV 的声明，对和解声明。然后他说他去上网去官网去读了，然后他说觉得这不太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组合在一起，他就开始质疑这个事情，对，然后接下来就去到了第14页。然后这个时候我加一个，他有一个逻辑链，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对。没有逻辑的 ，OK， 这是很牵强的一个理由。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不去签这份合同，他说我就没有机会拿到我的退款。对，这是他的认为，这是他的认知。然后他说我听到别人很多人说，他们因为要退款而被踢出了，被 expel。OK，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去拿回我的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需要先签这个合同，然后再找最好的机会把它拿回来。这是他说的，不然就会被当成 CCP spy， 知道吧？他这个话虽然没说，但是他这个意思后来补充，后来补充，对，这个签这个其实是一种修正的，叫 addendum， 然后他是在一年之后也给他签了，他还是签了。所以这个是刚才 Eva 说的是检方又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签这个？他就是这么回答的，对。然后说那这个指的是什么？他说我要问退款。他说他形容了一系列事情，说我就是要问退款。然后有没有任何义工，就是和你在一起就是做过这些这个 group 的这个义工的工作 ，translation， 对，因为他老说错，他老把 translation 说成 transfer， 对，就是他的他老是把翻译说成要汇钱，对，所以我们记的时候就是你就在说 translation， 但是你又读成了 transfer， 对，他说对，香草山的那个义工，香草山的组在香草山的这个翻译组，然后翻译一些 lawsuit。一些法律文件律的案件，对，说谁对谁的，香草山对凤凰农场的，他说那谁当时是凤凰农场的这个主理人，Sarah Way， 然后他说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些文件，他说就是一些香草山他走这些账啊，借款的一些文件，对，然后又问了谁把这个发进这个群的，他有一个这个群聊嘛，谁把这个案件的翻译的内容发给他的，对，说是七侠，他说是大名张永斌，然后说长岛哥夏奇东，然后他说他们是管理这个组的，对，然后就抛出了一个新的证据，七侠的照片又出来了，又出来了，难看的照片，像坏人照片又出来了，对，就是这是谁，七侠，然后他的角色是什么？他说是当时是法律组的组长，
就是 leader 领导、嗯、然后那之后呢他说他又去了喜马拉雅联盟，然后又最后到了铁血组。嗯，然后这个时候法官就很有意思，说那这个张永斌有没有其他的名字，就问齐强有没有其他名字，他说张永斌就是他的真名，就原话，然后说如果有其他名字就是产共齐侠，然后让他把齐侠的真名拼出来。对对对，然后而你说他当时在联盟和 IBG 就是铁血组，什么是 IBG， 他说 core of the core， 核心中的核心，然后这个组织核心中的核心，说所有的 IBG 的人都是郭先生的Helper， 就是帮助者。嗯，对，助手，助手。然后又抛了说，你说了又抛了一新的文件，说你说齐霞把这个文件放在了这个组里，对不对 ？Share 分享，他说对的。那这些是不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截图，比如说通过一些短信，你收集起来的证据？他说是的。然后啪嚓又抛出一个，这个时候呢，他们关于这个证据，他们进行了一个小的塞班的讨论。嗯、它是一个群 WhatsApp 群的截图。但是在这个塞班之前，我们的律师问了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对。对对，我们律师问了三个问题。他问说你是不是创造这个文件？就是这些文件，这文件是你做的吗？不是，不是，是我们辩护律师问的。辩护律师 Scotcher 问的。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这些文件你知道吗？什么时候这个文件做？对对，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不知道。什么人？然后谁创造的这个文件？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他说应该是铁血组的人。应该是。然后塞的吧。对，那个时候就。然后就塞了本，他们本来是放出了一个 WhatsApp 的截图，是。对。那个是总借款汇总群，上面写着就是一个 WhatsApp group 里面放了一堆日期金额啊什么。对，公司名。塞本之后把那拿掉了，然后就撤掉，他们就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是一个 Excel 表，也是他提供的，就在这个组群里得到的。嗯，对，这个来 Ava 来啊。然后那个他拿出来的时候，我们的 Scott 又问了三个问题。OK， 他说那是你是不是你做的？他说这个我只做了一小部分，和其他人一起合作的。对 Excel 只做了一些 calculation 啊什么的翻译，做了些计算跟翻译。然后他说那你知道这个是不是最后的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不是最后一个版本？他说不知道，但是这个版本里面有 grand total， 有就最后的总数。总裁他说那你知道这个文件的来出处是哪里？他也没有正确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说你看一下这个文件里的 file column number， 就是有一个文件目录的一列，他说你自己去看 ，OK。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他说这个 column 里面的这个 column 的名字呢，就代表了是每一个 column 就代表了一个就是截屏，他翻译的就是我们翻译的截屏，就代表了这一个 column。然后这时候 Judge 就问了一个话，他说 Judge 就说是你啊、是你收到这个信息，你在这个group 里面，就是这个 chat group 里面收到这个吗？他说是，好，这才让他允许 admitted， 要不然他的证据就像刚才那个一样，不给显示了。嗯，因为他至少参与过，他至少收到过嘛。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就问他的这个表格上，那这个表格我跟大家讲一下，最上面一行他就把这个表格的主要的一个作用目的写出来了，他就说这个表格上囊括的是所有已经被农场主确认已经汇出去的，或者是已经确认的发到这个 Maywin 的，我们大家应该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嘛，这个 Maywin Trading LLC 公司的这些账。 OK， 就这个表格那里面呢就开始显示了很多的Maywin Trade 的时间啊，还有一些代码呀、啊、还有一些金额啊等等。然后这里面呢就问他这个是什么啊 ？Maywin Trade 是什么是吧？它是一个凤凰农场的一个银行账户。然后这个时候呢，叫他看了一下 total 多少，是3900万，3900快4000万了，很近接近。然后他说是的，然后他就开始问了一些关于这表格一些代号，比如说这些代号指的是什么呀 ？MLP 指的是什么呀？啊 ，M 指的是 Maywin，L 指的是 Lawsuit，P 指的是 Phoenix， 就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还有一些细节咱们就跳过哈，因为然后就换了一张表格，另外一张表格呢也是跟这个农场的这些贷款有关系的。然后他就让他看了两行，第一行是37，他说你到第一行这里面的显示了一个总额，总金额呢是1.06亿
嗯 ，OK， 然后他又让他看，你看看第十七行是什么。然后这个十七行呢，显示了一个3000多万的一个汇款。嗯，但这个汇款后面有个标注，就是来自于哪里 ，sender 是哪里或者去哪里。嗯，这两个 column 里面显示的是什么呢 ？sender 显示的是 Mayway。嗯 ，OK， 那个去的地方显示的是 Abu Dhabi。嗯 ，OK， 但是两个 column 后面这个都有个问号。然后这个检察官就问他，哎，为什么会有问号？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是从这个Sarah 发来的这个截屏里面，但是他截屏里面就没有提供这些细节，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把那个问号放上去。然后就说到了，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钱要送去 Abu Dhabi？ 他说不知道。那你有没有收到你的 GTV 的这个股票呢？没有，对吧？他就说到这个，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我这里好像对，他说你有没有送拿到你 GTV 股票？你知道你的钱去哪儿了吗？他都不知道。对，然后他说又问郭先生有没有收过他会用 investor 就是投资者的钱给他自己。这他相同的回答口径出奇一致，他说没有人会用投资者的钱，甚至是那一每一分 even the penny， 他就是重复那一段话。对，然后那他有没有说过他会用这些钱去做投资？没有。然后他就问那个你的钱是什么时候放过去的？是2020年9月。你有没有拿到 refund 退款？拿到了。然后有没有收到任何的利息？就那3%，他说的没有。股票没有。那么就是他在问这个2020年9月的这个汇款，说你是怎么去汇的？他说我怎么要退的？对对对，他说一开始我先联系了 G Service， 他其实一直嘴瓢，他最后还纠正这叫 G Series， 因为法官问的什么叫 G Service， 他说这 G Series， 但他一直上面后面全都在说 G Service， 然后说他说人家那个义工说要让他去问长岛哥，然后呢？问长岛哥之后，他说的词儿叫 many wait， 等了很久。然后他又去问义工说可能长岛哥忘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你应该再去问他一下。然后呢，他就又去问了长岛哥。然后呢，这个时候长岛哥给了他 email 的回复，让他填了一些表格，让他填表，对，然后让他退款合同都搞定了，给他了一个 paper check， 叫纸票，纸质的支票。全部完成了，就很顺利嘛，就很顺利。问了一些问题 ，check 一下，以后就全部。他最后说 ，then I receive， 就是对，那我就收到了。对呀，就这么简单。那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啊，他是以一种所谓的这个受害人或者曾经的投资者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的。检方的逻辑在这个当中还是。他想要去扣他的这个起诉书嘛，对吧？第一个他上来说你汇钱，对吧？对。然后看不看合同，合同里面什么条款，你不能反对郭先生，你不能反对爆料革命，你不能反对新中国联邦，然后开始制造一种气氛，就我签是因为我怕他把我踢出去，所以我签， 对吧？像木兰上来说，我不看合同，因为都是 Miles 多，我不看，很气氛，对吧？上来做上氛围，然后上完氛围以后呢？开始讲后面这个，然后把人拿出来，对吧？然后开始描绘什么叫铁血组，铁血组是核心中的核心，对吧？都是文贵的，对吧？文贵氛围架构，然后最后永远讲到退款的时候，轻轻的带过，你有没有收到钱？描述了很大的过程，最后轻轻的说一句，我收到了，还是收到啊？所以这个很好玩，然后让我联想什么呢？这个我不知道 Jessica 这姐记不记得。就所有目前检方提出来的这些受害者，有没有一个人累计投资超过10万块美金呢？累计投资超过10万块美金的，前面是不是有文乐？好像咖啡文乐有。那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的系列加起来可能都不超过10万的，对吧？对吧？那这一位的话，你想14000 VOG， 然后20000借款。如果我们把那个机构，我们叫投资嘛，对吧？那个10000加起来就这么多。对，就这么多。然后他基本上如果是投资类的，你走正当手续的，我们全都退了 ，VUG 的也退了，他 VUG 拿到了 ，ADV 也退了，文乐的2张卡，1张5万，1张2万都退给他了。照理说你买的这个 G Club 卡会员卡你是不可以有退的，他都退给他了。对不对？所有上来的人大额的投资，我们不说10万，没有大额投资的，没有超过100万的，没有50万的。你要记得检方的提告是什么？是 1 billion。
十亿的这个欺诈，对，他出来的受害者的数量，他提的这些金额跟他提告的金额，这个相差之大，数字的相差之大。第二个，现在所有上来的人他都收到钱了，对，没错，只是是你是从长岛哥的邮件里面填的表收到的钱，还是你是从联盟退的收到的钱，还是你是从 SEC 退到的钱，对吧？这个是所有受害者这个当中政府之间和这个当时联盟处理，对吧？爆料革命里面对他们的这个处理。好，你继续。好，然后就说，那这个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个时间把钱送到 G Club 去？他有，2020年10月，多少钱？$10,000。去的哪个 entity 哪个机构？G Club's Operating LLC， 他说，就是又说错了，其实是 G Club Operation， 因为后面，在那个证据链上都写的很清楚的。对，他说。你用的哪个账户去投这个资？他说是联名账户。这个联名账户就是他，因为 Kate 战友纠正过我说有三个账户，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他和他可能是先生联名的一个账户，不知道是谁联名的，一个是他丈夫名下的公司叫 Wonder Invest LLC， 这个是他的联名账户投的。说为什么 GTV stock 就是为了 GTV 的股票。那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会拿到这个股票，就是郭先生说的啊，对，然后他在哪说的，在一些影片里说的 video 的录像里说的，还是不少，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录像里说过。然后那你拿到 shares 了吗？你拿到股份了吗？股票没有。然后你拿到了任何就是关于 G Club 的服务吗？他说没有。他说那 G Fashion，这个提到这番 G-Fashion 是什么，他说这是郭先生 created 创造的，然后是卖 fashion 的衣服，卖时尚的衣服的。对，他说 G-Fashion 和 G-Club 什么关系，之间什么关系。他说 G-Fashion 是有这个折扣，如果你买了 G-Club， 你 G-Fashion 是有折扣的。然后你买过 G-Fashion， 我们女士来回答。对，他是这样回答的啊，因为他的就是装扮我们看到了，基本上我觉得是20年前的那种，就是女性职业女性的那个装扮，咱们不去剖这个。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不买 G-Fashion？ 不是我的 style， 不是我的风格，哎，不是我的风格，我不喜欢那种状态。还有就是说是离谱的贵，就这两个点，所以我不要 G Fashion。没有带东西来，没有带四个东西过来。他没买，他没买，没买，两个没买，不喜欢，不喜欢那个风格，很贵，然后太贵了。对，他说是怎么说 ？Ridiculous， ridiculously expensive， 好像是，对，荒唐的，荒唐的，荒唐的贵，对，昂贵。反正又问了一遍，为什么 G Club？ 你为什么要投 G Club？ 他中间问了很多重复的问题，而且都允许他股票。然后说这是那个，这个你说你做过这个农场的借贷。他说那个，他说 G Club 什么时候就是你要求退款是2022年12月。他说你说过你农场的退款的时间了，对吧？那一起退吗？对，就是你为什么不一起退？为什么这个这么晚？对呀，他说他觉得那个农场的借贷退起来比较简单。他说，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时候长岛哥在被政府调查，他说那个他有一个机会，在他翻译的时候看到了这些 email， 这是长岛哥给其他人的 email。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感觉长岛哥的行为是比较可以理解的，比较可以解释，比较合理的 reasonable。所以他就去找长岛哥去退这个款。然后呢，他就是他说我非常害怕我被驱逐掉，就我只要一问这个退款，他们就会驱逐我，说因为我看到了他们做了很多这种事，对其他人。They did this a lot. 对，很害怕。对，这是在那个检方问，那为什么那个没有问其他的退款情况下？他说，那他们怎么对待、怎么说这些被驱逐的 CCP spy 共产党间谍又来了？然后呢，那就是说，那说到 G Club 的退款，他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他说我先是，找农场，先找农场，农场不管，农场说这不是我们的东西，不是我们属于的范围。然后他说我之后呢就去找了 G Club 的服务，服务这个客服，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上交了，填写了这些表格，都做好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直到今天，这是他的原话。然后呢，我又每天都去找这个 G Club 客服，检方就问，那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什么事情发生了？他说，都是机器在回答。他说机器回答什么呢？就是我们会 review， 就是去审核你的请求。他说一直都是这样。他说所以那你拿到了这10000块钱的退款吗？没有，没有拿到任何股票。没有，你看他又是重复的股票。我听一下，对，这里其实有很多点，你知道吗？就是第一点，你想想看，他什么时候他跟我们说他开始就是退钱，对吧？第一个是农场借款、其实农场借款退钱，我相信我想你是香草山的，你对农场借款退钱是对呀、对，是有一手资料的，对，是有这个 first hand experience 的，是吧？是你经历的，你知道这个农场退款。因为退款的事情我肯定没有啊，因为我到现在也不你对我没有要求再给接下来我是说农场当时沟通，你在这个农场里面对离得比较近，对，你我刚才在幕后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你对这个很清楚，你跟我说我讲清楚，就是说流程，我们的流程讲的是说所有的法律文件，就是说我不可能就是说是就像他说的，我先把款打了，然后呢，就任何的，不管是借款也好，劳役也好，各种形式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的投资也好，就是说我们香草山是做的非常规范的，绝对就是说按照流程来，不可能说你先把款打了，然后补协议啊这些事情。我讲这个，但是他的借款啊、退款这些东西，我真的不太知道。OK， 因为我跟他做的不一样。因为刚才我在幕后听到的一个，就是一个被确认的消息，而且是这个导哥确认的消息，就是说香草山所有要求农场退款的战友，全部顺利的拿到退款。没有一个战友是没有拿到退款的 ，OK。基于农场借贷项目上面，基于农场借贷项目的这个所有的要求退款的战友都已经拿到了退款，这个信息是已经确认的 ，OK。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刚才说到的这个 G Club 退款为什么不能退，而且就是为什么农场说你要找 G Club， 我觉得这让我们感觉这是很分明的职责分明，对吧？他没有把所有的机器类跟农场混在一起，那农场。借款你就要找农场的负责人，谁跟你签的合同怎么样，咱们按合同流程来走，对吧？这是个法治社会，所以你要做的都是有法律，有律师，有签名，有见证人，都是合规合法的。但是如果说你买了这个 G Club， 而且你是在10月份买的老，就是很最早一批，我记得 G Club 上线当时，而且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庭审当中也看了他汇款，他是10月16号2020年给 G Club 汇款的，对吧？他的这个汇款的单子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说他要找 G Club 汇款，那他当然一定要找 G Club 本身，对不对？服务员，而不是去找农场，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整个从 G 系列的投资来看，从我们现在看过去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很虽然有学习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分得很清楚，就是有些事情做得非常的正确，对吧？合法合规。对，他也替咱说了，农场不管这事儿。对呀 ，G Club 用他的嘴来说了，对吧？确实是这样。对，他有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一个呢，他一开始上氛围说什么我要签这个合同，我才能安全的得到我的退款。然后人家问他说，那你为啥先退农场借贷，后退 G Club？ 他说我觉得退农场借贷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对，为啥容易呢？他说因为我给长岛哥的邮件做翻译，我觉得长岛哥可能比较合理一点，这跟他就是要营造的先前的这个氛围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他说比较合理拿到退款，又说啊，我觉得他们要驱逐啊，驱逐的人都是共产党间谍呀、等等等等，然后又开始绕回这个氛围上的东西。那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他其实很早就开始有退款的这个动作，对，而他对他那10000块钱的 G Clubs 真正采取他对退款的这个起始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是非常晚的，对，对吧？你如果看时间的上面来说，2021年他就有了要退这个农场借贷的这个想法了，对，直到2022年，基本上是到年末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他才说我要开始退我的 G Clubs。所以这个当中的这个时间差，再说我找客服，客服没找到，然后怎么，对吧？然后说啊，我到今天，什么也没有，对吧？然后来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刚刚没有说到农场的借款项目，检方拿出了借款项目的原始的这个合同的版本，对吧？对，双方的这个有签字，有他签字的，在这个合同上面并没有说他收到的，他只说你是收3%的这个收益，对，你的借款3%的收益，没有任何提到说我要给你 GTV 的股票，
但是检方问问题的时候说了你有没有收到 GTP 股票，对，没错，对吧？检方没有按照合同在问，检方按照他的起诉书在问，没错，同样 G-Clubs 是一样的，一样的，他在问的时候他没有拿出 G-Clubs 的这个会员协议拿出来问你说你看上面有没有保证你要 GTP 股票，他而是说，他说你啊，郭先生在视频上说的，对吧，这个就很有趣了，他在扣他的起诉书，然后他在拿原始的合同出来说合同上没有的东西，对对，他如果拿出会员协议他可能就发现自己退不了款，退不了，而且这个是在 cross 里面有讲的，我们的律师有对，有，你说，我们还没到 cross， 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检方，检方他要在他的一个逻辑线里面讲故事，对吧，他要按照他的逻辑线来讲故事，所以呢现在我们都在听检方在讲的，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一个购币协议，还有一个文件，对，购币，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 Hcoin，嗯，然后 HCoin 就问他 HCoin 是怎么，你怎么拿到 HCoin 的这个份额的，对吧？就说啊，他说这个计算很复杂，有好多，然后再加上什么你投资，对吧？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捐款，在 Rule of Law 的法治基金的捐款，然后就问他那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毛钱，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他的签的这个购币的合同给亮出来了，那我们就看到他这位吴女士她的购币合同的数量是44500个喜币，然后我就算了一下啊，我就小心思很快算了一下，我说哎，他投资20000，然后再加上14000，再加1万，哎，他这个拿了捐款不要多少，1200块，昨天有讲他捐了6笔1200块，我说哎，他一定拿了很多义工币哦，对，而且他在香草山，嗯，对，然后就算了一下，很快啊，这个真的拿的很多，然后就看了过了一下，他现在竖着，然后这边的话我加一点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说义工币，这个我们叫福利币嘛，不叫义工币，就福利币洗币的时候，他们都不讲有义工。工币就是你做义工的这种就是贡献，他都讲的是我的投资我的捐款都跟钱相关的，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就从他的例子上就能看到，我们有你做了义工，他故意的不提，他们都不提，发现了吗？不提的，他故意的避免去提他的义工这部分，不想让他不想让别人知道啊，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这个我给 Eva 稍微补充一点，在第一个问题刚跳到 Hcoin 的配额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说他问什么是 Hcoin 的，就是 HB 的洗币的配额。他说这很复杂，对于我们这些 member 这些成员很复杂。他说他这个时候就说，他说 Hcoin 呢，你会根据你之前的一些涉及的东西和表现，然后去获得他的这个配额。他有讲这个，哦 okay，因为这个在后面待会我们会讲到，他跟他说的话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后面就一直不提，他在装傻，对，问他就他是有说的，在这儿有讲，跟之前的就在检方的时候提到有讲，但 cross 的时候没有。所以你在想的话，就 Sabrina 当时在问木兰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就是说这个福利币就三部分非常简单，对，因为有义工方面的，然后就50%的你的投资款的50%，50%的你的捐款，他们就是避开谈你前面的那款，发现吗？那 Sabrina 其实前面已经木兰这一块已经都点到过了，有可能他只能说他自己知道的嘛，对，在他的这个层级，他真的有可能很糊涂。好，然后这里面就很精彩的有一个，就是当他问到他就是里面有一个合同上就说什么时候你会被剔除，对吧？你会不享受这个福利币，或者是整整的这个，他说你要违反，就是你要 go against 我们的这个运动，或者是你就你不再支持一个作为喜马拉雅农场这个 member 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你就会被拿走这些，然后。他就问他，这时候检方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你对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东西你的理解是什么，你知道他的回应我真是服了，他回应是说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瞎说，胡言乱语，nonsense，他说一切都是 nonsense，OK， 就这么说这个 agreement， 一派胡言。对，一派胡言。我就心里在想，44500乘以现在的洗币价格，应该已经他就花了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买，现在快10000了，但竟然是说胡言乱语。OK， 然后他就问你什么时候去汇钱去买这个洗币的这个配额的他说你有没有汇钱？他说有，他说当时我已经汇了差不多5000块钱，不到5000块钱，小于5000块。4450嘛，对。对对对，4000多块钱。然后他说，他说这个时候点出了一个时间，他什么时候汇钱的时间？这个时间很有意思，他这个时间是4月2021年。但是你之前有记得吗？他当时已经开始怀疑这个运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也是4月份的2021年。对。那既然你已经开始怀疑了，对吧？
而且 SEC 的这个都让你觉得这个看到了，对，你还要在，如果你觉得这个已经不可信了，对吧，很有可能是被骗了或怎么样，你为什么还要去汇这个5000块钱呢？对，对吧，其实 Cross 里面有，没有人逼着你去做这些事情，对，这个就是让人很不解的一个事情。来你继续。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汇到洗钱处，他说他们没有给我账号。那他就问，那什么是农场的基金？他说这个基金呢，就是当时他帮我们美国、日本，他说加拿大记不清楚了，就是这些不能够买、不能够合法去买币的人去去运行的一个基金，去获得这个东西。他说那你的理解是他就问你的理解是谁可以直接投资，就是不在不在日本，不在美国、或者不在加拿大，或者可能不在加拿大。他说你这个基金有没有任何的收取的你的这个服务费、叫 commission fee、对，佣金5%。他说这个5%去哪儿了，我不知道。那就是说你为什么2021年，检方问的，他说你为什么2021年要去把这个钱放送过去去买这个配额。他说郭先生说这个数字货币将来会是主流的货币，然后呢在世界上都是主流的货币，而且这些主要的机构，金融机构，他甚至提到了国家，然后都去感兴趣，对，都买了，给他们自己买，而且是已经，他说 already 就已经买了，他说，然后说你应该在这个时候要就上车，就这意思。对 ，take your seat， 对 ，take a seat， 拥有洗币是你幸运的事情。对，然后检方就问：“那你说这个 take a seat 上车，你指的是什么呢？”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啊，就是你不能丢掉这个机会。”他说：“反正你也不会，对，七哥说的，七哥说的，你反正无论如何你也不会丢钱的，就是说这个。”他说：“这是你一生里。”最幸运的是 so lucky to have this chance。对，你一生里非常幸运。你以后再也不会。七哥说。对，他说七哥说的，你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对。他说那郭先生有没有说任何洗币和黄金的之间的关系？他说啊，喜马拉雅说喜马拉雅会有20%的黄金储备。这个对你很重要吗？非常重要。是的。他说首先就那你为什么你这样觉得他你觉得他有这20%吗？你为什么这样觉得？他说首先很多联储叫金融机构，对，他会买这个金买黄金去作为他的储备，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嗯，然后第二呢，他说他知道一些机构，然后包括这些美联储他会买黄金做储备，所以他觉得这是好的好事。然后那你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配额的退款？他说那在农场借款之后了，是2022年的10月份，你拿到了吗？拿到了大部分吧，说在半年之后拿到大部分。How much？ 多少钱？4500？问号，他也不确定。那5%的这个佣金你拿回来了吗？他说没有拿回来。那说郭先生有没有承担你的付还给你退还给你这个丢失的东西？没有。他说你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支持者了，你已经不 follow 了，不跟随了，那么什么让你如此的怀疑？他说第一 SEC， 然后第二就是 GTV， 他就是 GTV before SEC。 OK。对，然后那个说郭先生和 helpers 帮助者说没有提过任何，就在 SEC 这个事情发生之前，郭先生和支持者没有提过任何这个事情，他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说我拿到了一个，他又是 transfer， 就是对，他又说，其实说 translation， 对，其实他想说的 translation， 其实是翻译件，说翻译又变成他汇钱了，对，又成 transfer， 说我拿到了 Sarah Wei 的一个就是那个告 Sarah Wei， 应该是告 Sarah Wei 凤凰和说他开了170个账户，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了，但是我还是信任，但是我觉得非常奇怪。他说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不是自由发言，他说没有自由发言权，他说没有自由发言权 freedom of speech。
说你不可以批评郭先生，然后包括跟郭先生很亲近的人，那你就非常的小心，然后就是说就是这些这个政府他去调查了一些人，像岛哥呀、对，然后他们非常的不想去签这些东西，对，然后说到了游行，对，游行一点一点的，对，然后游行制造了混乱，制造了暴力，他其实说是暴力，把人送进医院了，对，然后那个说郭先生用义工往死里用，对，说有的义工甚至一宿一宿不睡觉，最后都进医院了，又来了，对。而且他说 no time to， 就是没有时间跟别人跟别的就战友去就 get touch， 就是联系。对对，他说你不能够思考，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够思考，对。然后工作竟然累到送到了医院，就 volunteer 志愿者。他这里面的话是不是一个帽子给我们盖上了？我们就是 scam， 跟那个木兰一样的 scam。他是用到了 scam， 已经把帽子盖上，再把这些细节一点点梳理起来，就说我们是 scam 了，对吧？对，他会放大或者说夸张、夸张诬陷对所有的事情，就是诬陷，对对，说到了 H-Coin， 对，他说这个 H-Coin 是消失了几百个 H-Coin 币没了，最安全的数字货币，说是，但是怎么就消失了？他说他知道有很多 H-Coin 就突然就消失了，没有人找得到，没有人能够去 locate， 就是去定位到它。然后他说因为我投的是基金，那个在这个 Himalaya Farm。他一开始说，他说这个基金赎回他的 H1， 对，他说六个月之后可以赎回，但是呢，在三个月之后，他说郭先生说要锁闭了，然后说，就是在郭先生这个被这个315之前，他说他听到了其中一个铁血组的人对他说，他说我们要锁十年，还是这是他的原话，真正是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对。然后对，然后那个他很好玩，他刚刚那么一大段的这个话还是就是上氛围嘛，各全方位的给你上氛围，就把点到的没点到的都给你放重复一遍的，人家没有问你，新的都加上，人家没有问你，人家只问你说你为啥不相信了，然后就条条框框把所有这个想说的全都给这个说了，抱怨，对，就像是一种抱怨，但是也是他非常想说的很多话，对他想要说的这个论点，对，在后面咱们律师问的，对，检方的话就给他一个做的总结，他说你支持灭国吗？因为他家庭受到迫害嘛，我支持灭国，你还支持就是 Miles Guo 吗？我支持，那为什么？他就说他欺骗，没有信任感啊，干嘛干嘛的，他就说你灭共我可以做，但是你不能打着灭共，又是同样的论调，不能打着灭共来骗钱，诈骗，对吧？跟木兰一样，跟木兰一样一样，然后到 cross， 我们就进入到精彩的 cross。而且你看他们说的这些点都是跟这个检察官都是一样的 prompt 的，对吧？比如说又有游行了，又有游行，对吧？这每个人都要打这个游行这个点，昨天也是念的那个 pro。他所有的这个元素，对吧？感受到威胁，对吧？感受到威胁，然后没有自由，暴力，没有自由，然后而且一定要说你灭共我灭共，但是你是骗子我不是，对吧？他这个论调来了，要来跟你争这个灭共的，没说不灭共，大家都灭共了，现在大家全部人都灭共了。对，这就是小插曲，因为在后面待会儿我们提到的，在 cross 情况下，郭先生拿出了 fox hunt， 郭先生律师拿出了无数次 fox hunt 行动，他说他不相信这个，他说很多猎狐行动，他都是对很多不好的人，对，跟中共猎狐行动里有坏人，对，有坏人，他就是那个坏人中的那种，对，他说给他写那么明显，郭先生最高的遣返目标，不信，不信，不相信，但是他个人，对，然后他就说，那检方就问说，你提到这个HCN 的事儿，那说什么是 HCoin 什么是 HCoin 被锁起来，他说他们不想让人把钱拿走。他说你不能从那儿拿钱，对，然后
下面说到提到黄河变，差点把我给对 protest 要不要来说这个？然后就讲到了他说那个 SEC 的 protest， 其实这一段我记得不是很详细，因为我正好有出就是写那个庭审的 update， 所以他当时就提到了黄河变，我突然间黄河变的名字出来，我一下怎么就提到了，然后他就说这个黄河变呢，就是曾经批评过文贵先生，就说过很多文贵先生不好的话，结果呢就有三次就是我们抗议在黄河变，而且长达每次长达10天到20天之久。然后他的这个，而且还我们在那边发传单，骚扰到就是黄河边的朋友和邻居。然后他说，然后就问他，那文贵先生把他们叫成什么？然后他又说了一遍 ，CCP spy。中共间谍。哦，这里要给一个小小的啊，一个小花絮跟大家讲一下。大家知道就是史诺是吧？史诺是坐在艇上的，他基本上上去就是睡觉。但是这个时候说到黄河边的时候，我们正好看一下他这个坐着，马上坐着，就是赶紧看我们的反应，知道吧？就是我就说磕到了这一点，其他时候就在睡觉。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这是他说的，这是这个女生说的 ，Why so many CCP around spy around us？ 她自己发了一个问，她说为什么这么多共产党的间谍在我们周围呢？因为检方问她说为什么你什么原因让你在这个 protest 里面这个抗议里让你有怀疑的？就是 Ava 说的，对，为什么这么多？为啥这么多间谍？这是她说的，对。然后就说那文贵先生是怎么说这个 CCP 的，对吧？然后他就说这 CCP 想要杀他呀，想要抓他呀，然后把他的家人，就是还有他的家人，还有把他的所有的财产都封掉了，就是他的回答。然后那就问他了，他说是不是真实的？文贵先生说他被中共这个针对，这是不是 it was the time 是不是真实的？对，他就说，对，他说有没有他信了嘛？那有没有一个时间，他真的是被这个 CCP target 了，被定位了，对，然后如果不，这么问，抱歉，他如果他真的被共产党定位成目标了，他会改变你的想法吗 ？No， 不会，不会。然后他就说这只是个骗局 ，This is just a scam， 对吧？然后他就说了跟木兰一模一样的话，就说你不可以。用这个投资者的钱，对，你不可以打着叫推翻灭共的这么一个名义去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你在欺诈钱财，还是这么讲，跟木兰一样，一模一样的调，出奇的一致。然后就问他你损失了多少钱？你投资了吗？你损失了多少钱？然后他说差不多一共是我记得是15000块，是不是？对，15000左右。然后就问他有文贵先生有没有还给你？没有。那你有没有问文贵先生？还没有。你有没有方法联系文贵先生？联系方法没有。好，这个时候就问他了，他说那你是不是仍然是反共的？他说是的，我是。他说那你仍然是不是相信文贵先生？他说不，他说我不相信，他就是欺骗我们，撒谎good at acting， 他说了他说他很善于演戏，对，很擅长表演，他是这么来形容文贵先生，没有信用是吧？不诚实，对，欺骗和演戏，对，不诚实，他不可靠，不诚实，他没有信用，不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去相信，去相信，值得去相信。好，接下来我们就 cross 了，开始交叉执行了，对对对，好，谁来？你来，OK。然后就是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嘛，就是说他是那个硕士对吧？他是学那个计算机 program 的 CS 的。然后他居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自己退休了？”我们的 Scott 问他：“你是不是退休了？”他说：“是，我是自己退休自己的，是在2010年我就退休了。”他很年轻啊，这个女生，我觉得吴女士也就看上去30-40岁最多了吧？差不多，对吧？她的退休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不再去了，不再工作，就是有可能自由了，就是。财务自由了，对吧？是那种退休年龄的退休。然后，对，然后他说你的家人就是你的丈夫还是工作吗？他工作还是也是做这个 computer science， 在哪里？说他是在哪里，在哪个公司？我没听到，你说一下在哪个公司？没有听到，对，没有听到。反正下一个大的，往下，就国内有没有亲人？然后问国内的亲人的情况是吧？有没有国内有亲人？往下吧，这个。对。然后就说了一些他个人的一些还有回国的事情，问他回国，对。对，就是说那个对你 husband 你的丈夫也工作 programmer， 然后那个 where 没有回答，就说你你看文贵先生2018年在网上对的 YouTube 对的，对一到两次，他说2020年你说你天天看，经常看，他说每周一到两次没有不属于天天看，对，他说但是曾经有一个时间段天天看，他说对，那么。
那就是说我可以很公平的说他是反共的。嗯。他说关键是说了很多 CCP 的坏话、嗯、关于 CCP 内部的传言。嗯、gossip 用的 gossip 对传言。传言。对。那 Scotcher 就说那他在揭露里面的秘密对吗？他就是会不会还是 yes， 还是 yes。嗯、对。他就是说这传言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是在揭露秘密。对。然后说你之前已经是 anti-CCP 了、嗯、对吗？他说我没有意识到，他说没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那个，他说 yes。 嗯，对，他是说 yes。 嗯，然后他说那个时候我没准应该已经在这个里面了，就是但是就是说在这个 movement 里面当时是。嗯，对对、嗯、然后你为什么要反共？说你调查过 CCP 在2020年对吗？他说在那之前我的 experience 我的经历说我知道很多，然后我觉得郭先生在那时候说的是真话。嗯，对。然后你反共是因为你父母病了，就是那个被 mistreat 被要 overtreated 非正常对待了，对对对，去死然后死亡掉。他说对、嗯、你觉得他们不是被正常的，对对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部分原因。他说对一部分原因，那另外的原因呢、嗯、他又来一句家族历史。嗯嗯，家族历史。然后难道跟这个病不一样吗？跟这个病情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他说 yes， 那跟我们说一说吧。然后他说我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很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对，在 CCP 一个这个 fighting, 被中共一个 fighting sacrifice， 对，被 sacrifice、嗯、被牺牲，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他说的不清楚，对，很模糊，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对，也没说的很详细，没有，对，没有很清楚，后来就过了。对，然后 Scotcher 就问，那你加入了这个爆料革命？你相不相信？你并没有期待说你可以去把把 CCP 推翻，对吗？对。他说郭先生说的，说可以推翻，说那那个说为什么？他说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的。说那你做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那他又确认，那你觉得你可以？你觉得就是这是可以推翻 CCP 的？由于你的参与会推翻 CCP 吗？他说 maybe 有可能。对，下面就问到他国内亲人的事情，回国的事情吧。对，讲一下。也对，然后说那个对，还有中间还加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起来他那个政府，你告诉过政府说你加入这个是你想唤醒更多的中国人远离共产党，然后tell the truth 告诉真相 yes。然后这时候就问你还有家人在中国吗？ cousins 堂兄堂妹或者对表兄弟、嗯、表兄弟叔叔、嗯、uncle 叔叔还在。 your husband 你的丈夫、哦、他的丈夫在国内。是的，丈夫的家人，丈夫的家人，丈夫的家人在国内。对对，丈夫的家人 my husband family、对。然后说问他你们交流吗？嗯、他说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哦、我们不久听不懂他们的方言。这个理由其实挺有意思的、嗯、对。然后回国的次数对吧，对，就问他2001年之后你是不是每年都回国、嗯、他说每年一到两次、嗯、然后直到2019年2020年之后他想回，因为他的父母被错误对待、嗯、然后他想回但他回不去、嗯、也没回。他讲的是 COVID， 他没有讲是说 COVID， 对对 COVID， 对、嗯、确认2020年之后后来的就 pass away 了，就不用回去了，已经、嗯去世了。对、嗯、然后又进入到见政府的次数，对，见政府、嗯、several times， 然后见数次见过，对，问 对他不记得了多少次，对、嗯、对对，然后我们就给他梳理了嘛，这个梳理一下他的记忆力、啊、对。然后说2024年4月，因为前面有很多啊，就是2020年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 NBA 第一次2020年的11月，他2022年的11月就见过政府，他2022年10月才开始去做 G Club 的退款哦。对对，这个时间就很有趣了。大家想2020年签的这个借款的合同，2021年4月份开始去申请退款，2021年四月份是怀疑开始有怀疑，申请退款是12月份，2022年，也就是在他建了 FBI 之后，申请农场的退款，农场退款是之前2021年对吧？2021年就做农场的退款了，2022年的这个
开始退 G Clubs， 对，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买了这个席币的配额，对啊，然后2022年，在他说他要去这个申请退 G Clubs 一个月左右，他就已经和美国政府去有沟通了，嗯，所以这个时间串起来，大家自己品啊，大家就有感觉了，对啊，嗯，嗯，对吧？哦，你来，我再翻那个找那个时间。那说四月，你有没有2024年，今年四月有没有见过福格森先生？福格森 ，yes。In person，嗯，面对面，他还来个 you know you mean face by face，嗯，face to face， 还给你来个这个面对脸，面对脸，嗯 ，yes， 是的 ，again， 再一次，5月中旬，5月17号，嗯，我记得。In person？ I don't remember。嗯，不记得了。5月17 ，no，嗯，他说 no，嗯，他后来就是绕了一段，嗯，没有。嗯，所以你不记得五月有见过他？我记得。他说我见过福格森先生，我们在26号，5月26号见的。嗯。然后那，就是两天前呢，6月11号，嗯，见过。嗯。昨天，说那 say hello 算不算？说打个招呼算不算？说如果他算是一个 meeting 的话 ，Scotcher 就说 OK， 如果你这么理解也可以。他说总共7次，对不对？就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证人他是有一些 aggressive 的，他是有一些怎么讲 passive aggressive， 他的语气和他的声音被激怒，对，他是他已经被激怒了，嗯，你知道这时候他的 anger， 他的生气是在他的语言里表现出来，嗯，他的痛说话就开始响了，他说那我跟他问好算不算呢，就意思是其实应该不算的，但是很 aggressive， 有点挑衅的，挑衅的意思，你这样问我那我怎么样算不算呢，而且他还加了一句，他说你说7次那就7次咯，就他的口气是非常不悦约的，嗯，OK， 这个时候，嗯，问他7次，你说对就对，嗯，就这么回答的。对，然后下面就7次，下面讲到就是说你是不是给了很大量的给就是邮件给到政府在往来，对，也说了，嗯，他也是用这种挑衅，嗯，他说我不觉得是大量，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汇，嗯，他就说你不能用大量，我只能觉得 some， 不能用大量，对，那个词汇，只能用一些，嗯，一些，不能说我有很大量，他就是不能算 numerous，哎，他用的这个词，嗯，对，对，就已经感觉到他其实很生气了，对，他生气，你给政府，哎。转发了很多的这个 numerous 非常多的 email， 对吧？他说我不记得了，嗯，但是你不能用这个词 numerous， 你不能用这个词，因为他们限制我发邮件的次数和每次邮件的那个包含的大小，对，没错，很生气当时，嗯，啊，然后所以你想帮助 US government 美国政府对吗？他说我想帮助所有人，所有人，我是跟 happy 又来了，我不是这个是吧？你是不是这个来作证帮政府作证 against 这个反对郭先生，不是，我要告诉真相，这又来了，我要帮助所有人，下一个是最搞笑的，对，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他说那你帮助 Scotcher， 那你也想帮助郭先生吗？所有人包括郭先生，你听他的答案，他说我觉得是帮助所有人啊，因为帮助可以帮助郭先生少做坏事儿，对，少做坏事，他是停止做坏事，停止 stop doing bad things， 对，哇，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对，就是，对，嗯，然后呢他说你证词里说过你投资 GTV， 他说 VOG 通过 VOG 14000美金，嗯，是 Sarah Way， 你通过 Sarah Way 投资的对吗，嗯，是的，他说这是你第一次买股票吗？他说我知道 Sarah Way 是一个中间人，嗯，没有正面回答，然后那个他说如果说你要这么理解第一次是的，嗯，你有没有其他的股票，你有其他的股票对吗？他说对的，你知道这些股票都有风险，对的，他说哪怕是郭先生也说过这个投资也会有一点点风险对吗，嗯嗯，他说我 as far as I remember， 对对，这我至少我记得这个，嗯，我记得来说他说的非常晚，但是他说的非常晚，他后面加了一句他说非常晚，嗯，但是你记得，嗯，他说 yes late 非常晚，然后你只跟 Sarah 交流对吗，嗯，是的，嗯，他说你把这14000美金都就都送去 Sarah Way 那儿了对吗，嗯，是的，然后你用了就是你是通过几次不同的小的 transaction，嗯，就是小的交易，在5月21号到5月29号2020年这个时间段，嗯，这是对的，然后有一些去了 Sarah 的个人账户，他说这是他告诉我的，
然后是郭先生告诉你，对，郭先生没有告诉你是不是？对，这对他说是的，郭先生从来没这么告诉你。Ava，你要继续吗？然后他说是的，郭先生没有告诉我。然后他，但是他说，但是郭先生给了所有的 他说所有的 instruction，告诉我们要指示要去哪里散钱，全部都是从Sarah Way 那里来的，对不对？那他说也是，对，没错。然后就说到了这个，私募基金的私募的时间，就问他你记不记得私募的时间这个是什么时候？他说是 June 吗？他说16月份吗？16月份，对。然后他说他没有回答。然后我们的 Scott 就说是不是 June 二号？是6月2号。对。然后他说我不记得了 ，OK？ 他说我不记得了。然后这个时候抛了一个新的，我们出了一个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证据。这个时候证据好像是我们想放，对吧？就是我们想问他是大直播。这个、政府已经用过的一个证据，七哥就是拿着两个股票的那个，就是纸质的，有红色、黑色的那个证据用过的。对，七哥在 GTV 上那个发股票那个，对，就是发股票那天的这个截图，6月2号的2022年。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想他是想说什么 ？Maybe this is a video I'm not sure。后面证据在后面，对。然后就问了他 Virgin 退款退了多少，90%，然后就说你怎么评价 Sarah Way 这里你们？他问他怎么评价 Sarah Way， 他其实就含含糊糊，只是说他是个最早的支持者，有没有过多的一些评价？大家看到吗？对，他说他是。然后郭先生最早公开支持者，对，最早最，他说我记得可能是最早最早，但是这是我感觉，他就一直说他记不得这个你给他放的是什么，他说 maybe yes， 这里他回答非常的含糊，也许用了很多也许，用了很多也许，你说是就是吧，对 ，Scarcher 本来这个时候可能他想要拿这个做证据，对，说我可不可以就是让你想起来这个是不是同一个你说的那个录像，对，他就一直否认，一直不愿意说，一直回避，一直回避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就问他你记不记得就是Sarah Way和文贵先生两个人就是破裂了，关系有破裂，他的回答是。然后就说那个就是然后就问他之后呢就有一个法律案件，在这个破裂之后就有诉讼，诉讼呢是这个农场，对，香草山农场，然后拿来就是这个 against 这个凤凰农场，对，然后他说也是，然后这个时候是塞德爸了，塞德爸对，还有几句话对吧，没事儿，就跳过，其实不重要，不重要，就他反正这个时候因为时间不够，塞德爸加速不够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半小时，你说，对，塞德巴过后就是说你说过你给这个香草山提供了这个翻译，对，然后提供翻译去支持香草山，对吗？对，然后为什么你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些证据，这个是对的，然后又抛了一个证据说你认识这个证据吗，然后这是你之前几分钟刚刚做证的那个表单，对，表单，然后第17行去那个阿布扎比问号那个地儿，他说你知道任何关于就是任何这些钱真的去阿布扎比了吗？不知道。然后那这个就是说他反正这一串都在问你到底知不知道这钱到底怎么走的，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知道的，对，他这边有没有讲到就是说 Sarah Way 在里面拿走的那个钱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还是我记忆中有问题， Sarah Way 有没有从里面拿钱？我这样来问因为他拿出来的这个证据呢是他也拿了一个 Excel 表出来，对吧，然后上面说记录汇款从哪里到哪里什么样的金额，检方想要做文章的这个汇款就是有一笔显示在这个 Excel 当中显示有一笔钱一大笔，从 Maywind 一大笔钱到中东到这个阿布扎比，然后呢旁边打了一个问号，但是这个 Excel 是团队做的，就首先他并不是直接的这个汇款人或者操作人，第二这个证据不是一个流水，对吧，对，这个是一个整理过的一个证据，第三这个问证据上还打了个问号，然后他还真的不知道，他还真的不知道，所以这个是关于他这一位证人这个明然无他想要拿出来的一个证据，你关于你到底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实，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没有说的是他自己主动的把香草山的这个案件引出来了，香草山诉九指妖，然后大家也记得当时这个案件香草山是胜诉的，对吧，那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辩护律师在提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刚刚有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有这个案件，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案件是我们辩护律师问到他的有关于这个案件结果你知道吗， Sarah Way 最后怎么样你知道吗，有问这个问题，有问，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不知道，他翻译了文件但是他不知道，对，
就有选择性的嘛，嗯、所以说最后就他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有些东西他是记得的，有些东西他是故意忘记的。所以我们的 Scott 最后在问的时候，质询的时候就问他，你有没你记忆有没有问题？记忆有没有问题？你记性有没有问题？然后他是他没有。I don't think so。对，他说我不觉得可能没有问题。然后刚才就是。在继续的这个刚才就说到的这个事件之后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Scott 呢就给他看了一个什么呢，看了这个一个 use of proceeds 对吧，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把他的 agreement 就是拿出来，把借贷合同再拿出来，又拿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就问他，他说你知道这个谁是借款者啊，这个香草山。这时候呢就针对他刚才说的那个3%，他不是没拿到吗，他不是说我损失了吗，这个3%没拿到。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就说，对，把条款拿出来，明明白白写着这个3%的这个利息是要在36个月，对，是要在你这个合同期满以后你才能拿，然后合同期满都找得好再调出来合同期看36个月，也就是说他在合同期满之前的一年之前他就已经要求停止合同的要退款嘛，对对不对，而且钱已经退了对吧，9月份的2022年你就要求退款了，那你当然不可能拿到这个3%了。所以这就是我们 Scott 在刚才的就是这段里面确认的。嗯嗯，然后啊，接着来的话，我们就跳一下哈，因为我们就剪一些就是比较，除非你说你觉得很重要的哈。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他说合同上我们讲合同了嘛，只有利息，他老是说是股票，就是对吧？你再说，他就说我们的律师就说你合同上有没有写 GTV 的股票？他说这就是你欺骗我啊，就说你们在说是有股票，但是合同上就不写，我觉得这就是欺骗。他就说那你那个时候你有没有通知政府，对吧？如果你认为欺骗人，有没有通知政府？那这个回答他就是模棱两可的，说后面我联系政府了，但是我们想问，就当时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联系政府？然后就问到又生气了，就老公有没有 review 你跟合同，因为有联名账户嘛，就说我的公司啊，我干嘛要老公看啊，就在那里发了一顿火。对，但是同时又确认了这个公司是他老公名下的。嗯，但他就很生气，他说当问到 Scott 时候问他说你的老公有没有 review 看过这合同。嗯，这是我的公司，为什么要我的丈夫去 review？ 嗯，但是你跟他说过对吧？他说爹，我跟他说过。嗯，对。然后其实 firm loan 也退给他了，确认了20000美金，嗯，退给他了、嗯。对。然后他说 ，Scarcher 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在你对政府抱怨之前收到的退款，对吗？嗯。他说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得，不行，也许是吧。对啊，也许是。就是你收到了，你依然去找政府了。嗯，他收到了退款，然后他去联系了这个政府。对，那这个辩护律师有没有问他，是他主动联系的政府吗？还是政府主动找的他呀？哎，这个好像话题没有讲。没有联系，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 farm loan 的退款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只知道他申请退款是9月份，2022年，但是具体他说的几个回合之后到底什么时候拿到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确定的是他已经在11月份的2022年和 FBI 和这个就是已经见面了，对吧？和 FBI 见过面了，对，已经见面了。然后之后他才要求退款 G Club 是在12月份，嗯，对吧？见了面之后要求退款 G Club， 嗯，所以说这里呢就是到这时呢，我们的 Scott 在 Cross 又问他把那个附加就是合同的附加件拿出来，就是农场借款的附加件拿出来。这个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刚才不是说你签了字你没有时间去，你就是没有看嘛，因为时间很紧张嘛。然后他说那你看一下这个时间，你签字就是别人发给你到你再签字还回去有4天的时间，你觉得4天的时间是不够来 review 一个4个 page 的 document？ 因为这个 document 只有4页，的时间看不完4页的东西。对，他竟然说他觉得是这样的，4页的时间看不完4页的纸。嗯，然后别忘了他是翻法律文件。对， exactly， 这就问了那个 Scott 问他的，他说那你不是翻法律文件的吗？你觉得这个，然后这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很生气了，所以他之后的回答的问题你看得出来有点挑衅，他很挑衅的，挑衅，就非常挑衅，反问我们的律师好几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下来，就是后面的几个反问的。对，这个的话其实到后面了，就午餐过后啊，又加上了一些的，还有一些质询，我们就到下面了。然后这时候就午休了，对吧？嗯，就休息了，然后下来回来之后又继续了。嗯，继续的话就是叫 H coin 的，就是44500块钱，对，那个币，对，到这里了，对。说你有一共有多少？44500，多少钱？他说反正就是说 fair to say 4500呗，就是咱律师就说你就不细扣那个4450，就是说4500，说这只是买洗币的。这个时候就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这个证据福格森先生给你看过，对吧？
你记不记得这些福格森先生的问题？他说记得。他说他问过你，你对这个文件的理解对吗？他说记得。然后这时候 Scotcher 就问，他说那么洗币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你的志愿这个义工，你的义工的工作获得的，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他说这都在这个什么44500个里面了，然后淡化，对，淡化。他这个其实回答的就是很奇怪嘛，然后他再次重复，那你被 offer 这个数量，你被提供这个数量，对，然后是就是说有一个公式对吗？然后你当时都证词里说过这儿有一个公式，说这是它是其中这个义工是其中一部分对吗？他就很含糊。这里有大篇幅，他是很模棱两可，非常说我不记得，然后问了很多问题，对，问了很多问题，对，说这个formula，然后就回到刚刚其实你讲的那个，就是法律文件的翻译，就是用四页嘛，他不好好看嘛，然后就说他说里面有很多的就技术上的、财务上的、金融上的，就是这种专业词汇，所以然后就说问了你不是翻译这种法律文件的吗？还记得吗？就凤凰，这是第二个。刚才我说的是法律的，就是农场借款是4页纸，四天给你 review， 没时间。这个是5页，这个是5+1页，五加最后一页是签字的，就不用没有字的。前面的5页，这个是指的，对，这个是一共6页纸。他问他，你看了吗？他也是说没有看。他就说里面很多技术方面的、财务上面、金融上面的文字，对吧？那这人就很有意思，他会自己跑到 SEC 的官网去看这个 SEC 这么好的英文对 GTV 的和解。但是呢，而且他还这个曾经对吧翻译这个香草山的部分的法律文件，包括长岛哥的某一些的这个邮件的这个往来，最后这个4页也好，5页也好，但这个合同，而且是跟他利益自己的这个利益切身相关的这个合同，他说他花4-5天的时间这个不够看，然后呢，他作证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对吧？我们不说心理状态，我们说他表现出来的语音语调的状态。对这个辩护律师提问的交叉质询链是有出现这种不尊重的挑衅式的，你说是就是了，是吧？你说是就是吧？你凭啥要让我看呀？我这个我的公司是吧？凭啥要看？这种这个状态对吧？我们在看之前这个文远、咖啡文乐，然后包括木兰的这个作证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检方他的证人出场的时候，他们对于法庭的这种礼貌，对于法庭的这个尊重，我觉得这个大家高下立判。对，那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来催时间啊，不是我故意要说的。但是有一个真的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PO了一个新的证据上去，为了那个证据还有一个 side bar， 大家还记得吗？就七哥直播中的讲到了，说买了 GClub 不是你会就有了 GTV 的股票，激发性的股票。来 Ava 你再补充一下，你还记得吗？咱们把那个证据拿进来。您直接说，对对对，七哥的一个直播的内容，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提了一个七哥的直播的内容，内容要纳入法庭的新证据。证据。然后您说这个，然后的话 side by 然后这个证据就是七哥在直播中专门讲了，你买了 GClub 跟你的就是叫 GTV 的股票和激发性的股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对，一个证据。那个 lunch 开就是第一天那个直播，大直播，对，就是那个大直播，专门讲的 GClub 的那个，就是说在他买 GClub 3天前的一个 GClub 的一个告示公示，他说他不记得了。对，这就很逗，就那视频调出来又老大篇幅了，他就非要说那是。你要说这是文文燕抽烟那视频吗？非要说人家 smoking， 对，就是一直就反正扯半天。这是10月13号2020年的文贵先生的一个大直播，而且你知道吗？他有被我们的 Scott 圈进去，因为两轮的直接问话，在第一轮的直接问话之后呢，我们有我们的 cross， 那个 Scott 呢就想播这个，就想不是想放这个 video， 想放这个 video 的 transcript 文字版，然后但是。被他说我不记得任何内容了，当他回答不能记得任何内容的时候，那法官就不让我们的这个律师去放了。好，很聪明 Scott， 没事，你不让我放，我回头再来。等到第二轮的直接问询之后，我估计这个证人也忘了。好，到第二轮的这个 cross 的时候，我们的 Scott 再试了一次，然后这次他回答的问题就说，哎，我有可能会记得，他就放了。所以说他自己都忘了，他自己都忘了刚才之前的那个第一次的 cross 的时候，他拒绝他配合了那个检方的 sidebar 和 objection， 但他这次忘了，所以这次被这个 Scott 呢抓到了之后放了出来。对，所以就讲到了刚才啊你说的，在10月13号2022年，文贵先生说，
宣读，对吧？很庄严的，就是说你们要知道啊，这次新的 G Club 卡，你买了之后它是没有 GTV 股票的，它是没有 G Fashion 这个股票的，什么都没有。嗯，对，说的很清楚。OK， 所以就放出来了，就等你打脸嘛，对吧？然后的话，这个是在他就是说2021年的10月16号，他是购买那个卡，然后把他的那个就是记录银行单的记录拿出来，三天前的一个告示。对。也就是在他买卡之前，三天我们先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宣言，有一个关于大直播的这个 G Clubs 买卡与股份不相关的公开的一个视频。对，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辩方律师在纳入这个证据的时候，这个非常懂法庭上的这个规矩，对吧？当这个法官说啊，他不记得、不相关、不纳入。不放弃，过了一轮回过头来再试，对，然后别人就中了这个我可能会记得一可能就纳入了，对吧？没错，所以检方经常的断章取义我们直播内容，嗯，然后呢我们的很重要内容他老是不让我们上，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律师非常智慧，这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正在说有没有拿到股票，嗯，把这个拿出来，嗯，七个专门的告示就是针对 G Club 的告示。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如果他撒谎他真的不记得，因为他尤其在这样的很紧张的情况下，对不对？他不记得，所以说当我们 Scott 第二次问他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不记得那个是这个我刚才想就是那个视频吗？他说我不记得这个 dates， 他说我忘了这个时间，然后马上 Scott 就说那会不会对你有帮助呢？如果我把这个文件给拿上来呢？这个时候他就说是的，所以说我就在这里标记，我说哈哈 got you， 我说啊这次抓到你了，智慧，对，律师为他负责。那我们快速一点，关于这个证人还有没有其他在交叉质询当中的这个亮点？然后我们就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后面上场的。这个两个证人了，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有一个 FBI 的证人是重新又出场，对吧？之前所有的证人都是走过一场就结束，但是这个在这个泯然无之后，这个 FBI 的这个证人呢等于是重新又回到了这个法庭上。我很快的讲一下刚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证人十五哈，这个证人十五他虽然他走下来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他大喘叹气，就感觉啊自己完成了很棒，然后走过来的时候已经很开心，就是甚至有就是手的动作哈，就走开离开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位证人其实他根本没有加入任何新的证据，他所有说的话是之前的证人的一个模板，而且他所有今天在 testify 的事情，除了他自己个人的意见之外，他其他的事情他说的没有一点点的可信性，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做的证词是怎么样，白忙活。帮我们一个忙，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一个证据拿出来了，而且把 Sarah Wei 的这个案件也拿出来引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很感谢他。对，而且他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他已经把当我们的律师读出来，再把这个 Fox Hunt 的这个证据读出来的时候，当我们问他有没有改变你的看法，他说没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他的 credibility 已经没有了。OK， 因为这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他没有办法去狡辩，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这个十五的证人，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案情没有任何的，没有加入任何新的光点，反而是帮了我们，引出了 Sarah Wei 的这个案件。对，而且再次的就讲了 Fox Hunt 那些事情，对，证据两遍，对，又给加深了这个陪审团和这个法官的法庭的印象。那简言之，这个证人作证的表现，不管是他的心理状态、情绪状态、答辩的这个情况，整体上来说，并没有给检方加分太多，反而呢，我们辩护行动的这个加深证据，重新的这个被提起，然后被拿出，然后并且我们的辩护方的律师很成功的引入了郭先生的新的这个证据，也就是过去这个在这个绝大部分 G Clubs 购买开始之前的一个公开的这个视频。对，好，然后那我们往下，对，很快速说一下这个下一个，就是在第二个今天第二个证人呢，其实是我们之前有已经出庭作证的一个证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对，他是 FBI 的一个就是刑侦的这个会计，专门做，对，他是今天下午1:40上来作证的，很短很快。那很快过了一些什么呢？过了一些银行账户。OK， 那这个时候呢是 Ryan Finkel， 是 Ryan Finkel 吗？是 Ryan Finkel 来问他的，就问了几个账户。这个其中的一个公司就是我们昨天的这个证人十四 Crane 的那个 Advisory Group 的那个账户，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他们的账户的进出啊、钱财啊给他列出来了，但是这些钱呢都汇到了一个就是Aaron Mitchell 的一个公司的账户，一共加起来呢，在2020年的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呢，一共是总共呢汇到这个 Aaron Mitchell 是4600万，然后他就记了一个流水账，就说啊这个东西到了这个 Aaron Mitchell， 然后突然之间的下个月呢又被转到了 Hamilton
Opportunity Fund， 在 Silver Bank 的一个银行，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再过了一个月，就十二月份呢，又转到了 Hamilton 在同一个银行 Silver Bank 的不同的账户 ，OK， 然后最后呢，这个钱呢分开了三笔 ，OK， 就是最后呢，这个 Hamilton 又转出来三笔钱，其中一笔是2400。2450万的这个钱转到了对 MAWA， 就是是这个 Insights Title Service LLT 的这个 Trust 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又雇佣了一个叫 Taurus Fund LLC 的这么一个中间的这个 Taurus Fund 的一个公司来购买了MAWA 基地的这个地址，他没有写 MAWA 基地，他只写了这个675 Rampo Valley 这个 road， 对，就结束了，两点钟二十分钟就结束他的这个 direct， 就很简单过了一下。cross 十分钟，对 ，cross 更短 ，cross 就更短了，就说到了，你说吧 ，cross， 你记得有没有？你三周之前来过，这次又来了，你对案件有没有了解？还是没有了解，对，任何了解没有。然后你还是听这个检方给你的这个东西，然后问你这个，他给你提供这些又是那个 PPT， 跟上次一样，所有账户走来走去的。而且这第几个版本我看到的是第三第四，但是一共有几个版本，5到6个版本，还都不是最终版本甚至，然后就是说啊，他说你知不知道啊，那个就是Crane 他在摩根银行有几个账户啊，4个账户，然后因为他当时有说有一个3进7，就是说 Crane有三个银行7个账户，对，但他没有显示的一个是有四个账户，那个银行他没有在上面显示的就是摩根斯坦利，其他两个银行他都有显示，他放了很多那个 signature card， 对对对，就是银行你要授权人家转账的时候那个 signature card， 对，全是那些东西。然后你知不知道 Aaron Mitchell 是谁？我不知道。那个为什么他收到这钱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就是一串 Michelle Hamilton SPC 的这些关系，然后你知不知道汉密尔顿，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他不知道，基本上不知道，十分钟就结束了，全都不知道。然后他说你都不知道名字，他说我是在签名卡上才能看到这个名字，对，说那在汉密尔顿内部你是不是不知道他的银行账户之间的这些关系，他说我不知道，这是我这些是我只能看，完全就是全部能看到的消息了，对，然后就是 Silvergate Bank 的这些银行账户，然后说你是不是在 Inside 里面，就都在这个内部转账，就属不属于内部转账，属于，然后那你知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转钱是不是转错了？他们有可能就直接想转到第二个，他们转了账，转错了，他说我不知道，对，就什么都不知道，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就是 cross 的时候就让他调出来之前上面有显示 Taurus， 就是买那个就是这个 MAWA 基地的这个一个公司的一个，对，然后就问他，他说你有没有经验在就是在这个就是房地产经验，他说有，然后他说就问他，那房地产公司如果你有经验的话，那你能不能说就是一个公司去买去雇佣另外一个公司来作为中间商来完成他的这个交易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很经常见的事情，这个他说我不知道， OK， 他说我不知道，然后说那个是不是也很常见说我们弄一个新的公司新的机构去购买去管理购买这个财产房产、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对，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律师就说，他说你看一下 seller 是谁，然后在那个表格上他把那个 seller 其实就是那个 Crack Mansion LLC， 他说这个也是一个 LLC， 对不对？是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没有什么不稀奇的，卖家和买家都是 LLC， 就是没有什么，这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就结束了。结束，下一个证人叫 Jamie Wilson， 他是在普林斯顿银行工作的，他是一个 BSA 的职业，就是 Bank Secret Act， 反正就是他是说做一个银行就是，这中文就这个就是银行保密的一个法案，因为赵长鹏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个法案才被起诉。BSA 对对对，说多久了？四年了。然后他这个人呢，就是说放一堆email， 全是证据，一直在过 email， 他其实没说什么，他说反正就是说你开了什么账户，他说到了 Lamp LLC。Greenwich LLC， 然后这些签字人是谁？Daniel Podesky， 对，然后 UBO 是谁？UBO 最终受益人是郭强，最终受益人。然后
对，还有王艳平的卡是吧？我看到。对对。然后他就提到一个说314B program 代表什么？因为他的工作里会涉及一个叫314B program。他说这是因为啊，我在这个反洗，我要做这个事情，让开户，那你反洗钱的事情我要去去看，然后所以在别的银行这些账户开的情况我都能看到。所以他就是为后面能联系到其他银行做铺垫，浩然啊都看到了，这名字都看到为后面做铺垫，我觉得这是名字。对对。然后问到，哎 ，OFAC 也出来了，谁是 OFAC？ 对 ，OFAC 是什么？还没有问完，反正这个证是没问完，没有问完、嗯。他所有的都是在走，就是说什么 ？OK，、嗯、你有一个 LAMP， 那你 LAMP 的拥有者又是啊，你又拥有的拥有人跟你签字的这个银行账户的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而且不是一个人。他说当时为什么你对这些这个你像这几个公司你这么记忆这么深，他说因为当时是一个相同的，也就是那个 Kelly， 对，相同的一个金融顾问，证人十四去做的这个，也就是 Crane 的这个人去到了普林斯顿银行，为了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郭强这个是 UBO 的这个公司来做银行的开户。他说了两个点，就是我觉得这是检方非常开心的两个点。就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账户你为什么记忆犹新？他说两个点，一个是因为他们的银行的就签字人和他们的这个 owner 和他这个公司的持有人是不同的，而且这个持有人都不是在美国的这个居住人，都不在美国。然后第二个是说他们的银行的里面进来的钱和他们的 balance， 他们的这个余额都是超级大的，是比我们一般的银行客户的余额都要大，所以他就记得住。对，他记得住为什么就说了，他觉得首先有风险，他觉得很危险，对，其次他觉得这不常见，看明天他们怎么出招吧，对吧。然后下午就，然后接下来就过了一些银行的这个账单，就几个 LAMP 的银行账单，还有 Greenwich 银行账单，里面显示出有钱进来是从哪里进来的哦，比如说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The Treasury 什么地方，那出去两笔呢，一笔呢是到一个什么 Yacht，有一个 Moran Yacht Management， 对吧？还有一笔是，对，还有一笔是，是一个到 Sherry Lanham 的一个什么公司，就是他有可能想显示的，我们接下来明天有可能继续下去的这个故事，就是他有可能想显示这些是文贵先生有可能用于个人的或者个人家族消费的这个事情，但他没有讲进来的 ACA 等等，就是这些 ACA 包括 G Club 都提到了，他一笔一笔的转账，他想做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看。一个基金套一个基金，一个公司套一个公司，这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又转到了船公司，对，房子的公司，对，买豪宅，这是他们检方一贯的逻辑。所以我们要看他接下来继续是怎么问的。对 ，cross， 对。今天这个证人是很无聊，全是 email， 对，一直是 email， 都是一些银行账单 email， 对。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从现在检方传唤的这些证人上面来看，这个金融性质、银行性质的这个证人的类型明显的变高了，对吧？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 FBI 的很多探员啊，然后这个受害者啊等等的，连着好几个受害者，然后买车，这个都是对于单一事件。现在不管是像 Crane 这个公司的这个人，还是这个今天 FBI 这个人过来说我要告诉你这个钱怎么怎么一转转，然后买这个基地，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这个银行的人，包括提到的要购买数字银行的这个人，对吧？16000多份的那个16000多页的这个文件，他的金融属性的证人开始变多了。对，他想要用大量的银行的这些转账的这个记录，没错，沟通的这个邮件，包括谁是持有人，谁是签字人，包括刚刚 Jessica 姐说到说银行卡的问题，对吧？想要用花销人物，然后钱的进出的这个关系来去讲他为什么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起诉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看交叉质询的时候，我们的辩护律师针对于金融性质非常强的这种证据和非常这个高度的关于转账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辩护律师的逻辑支点在哪里？因为大家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就是受害者都一样，对吧？就这个故事也一样，你的元素也一样，你的这个想要抱怨这个也一样，不能说话啦，不能批评啦，然后有暴力啊等等啊，核心的核心啊等等，所以受害者的元素包括他们的侧写其实都很相似，对，而且都非常早的和美国政府开始有沟通。对，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绝大部分战友并不知道2022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已经在做这些调查了，对，那个时候所有的战友都在听大直播，对吧，该干啥干啥，没有人知道说哦 FBI 已经在查。当然可能有一部分工作的战友知道说有一些公司面临比方说这个银行账户的查封，对吧，那是对于你专项的，你在这一些公司里面执行的团队，你才会知道这些事情。包括如果郭先生在大直播上和战友们透露的话，你才会知道。而这些受害者往往非常早的时间，上一个月刚提退款，下个月就已经跟 FBI 见面了。这中间的这个时间差，大家可以细细的去这个品味。然后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的，这个说这个长岛哥很合理，所以先问他要钱。长岛哥背书啊，这个很有趣，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那另外一个我就是问问各位，检方现在的，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时间也延长了。下周的时间会变成5点、然后这个16000多页的文件，700多份的这个文件，这个拉锯战不是开玩笑的呀。这种刚刚昨天 Ava 说对吧，这个法官特别说质量大于数量，现在明显数量可能要大于质量了。对啊，那这是为什么？看这是因为在质量上有可能他们没办法翻牌，对吧，没办法打出好牌，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个数量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这样的？因为这个很奇怪，已经第四周了嘛，对吧？你想想看，对，你其实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检方他是一直有策略，他有不好几手牌，你知道吗？他在想我什么时候应该出什么牌？大家想一下哈，我带大家想一个问题，我们第14号证人，他是什么时候签的非保密协啊、就是非起诉协议书的？是3月，如果没记错的话是3月26号，对。2023年 ，OK， 那3月26号，2023年是文贵先生被抓起来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时间，他已经签好了，他也就是说他已经全部谈妥条件了 ，OK， 这个证人昨天大家如果有看 transcript 的时候，而且就是如果你不看，如果你在庭审，你听了他们之前的讨论，这个检方是有讲到过14号证人应该是在第一个礼拜作证的，OK， 他应该是在第一个礼拜，也就是5月20几号的那个第一个礼拜，星期二他就开始作证，但是他没有作证，为什么？因为他要把木兰放上来，然后就因为他是 New Jersey 嘛，所以他把他放到后面，但是用14号人，就像你刚才说，他开始打金融牌了，对吧？他开始干嘛？他开始往第一个起诉项目，就是 RICO 上，因为这个证人就在做 RICO 嘛，对吧？他是开了很多 Virtual Office 虚拟。办公室啊，他就在做这个 RICO， 对，但是你想想看，文贵先生的起诉第三版起诉书才加上 RICO 的是什么时候给文贵先生的？是什么时候？年初的时候。是年初的时候，是1月份，对不对？也就是在马上开始要这起诉开始的前几个月，对不对？啊，本来是4月份嘛，前三个月都不到，90天不到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检方一个策略，就是他能够往后推，他就往后推。他尽量给你一个不足的时间去准备 ，OK。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看到庭审进入到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们所有的这些上来的证人，并没有达到他前面想达到的这个点 ，OK。尤其是在第14号证人还他的这个被 impeach 了，对不对？我们最后介绍了一封信，把他所有的证词的这个真实性给 impeach 掉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检方是有可能在想，哎，我有 Plan B，OK。这个 Plan B 是什么？那就是数量。OK， 这时候我不打质量，我打数量，这是有可能的，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我觉得话是这样，就是证人的话，你看到了，一般来说证人加塞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有必要，证人才能加塞进来。但他很紧张的加两个证人过来的话，我们就看到了，就前面的证人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只有这个解释，对吧？但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之间的这种就是智慧的较量。所以来参加庭审的话，我觉得智力都提高很多，不光英语提高，智商也提高了。是，对，庭审这双方就像打一场牌下一场棋，其实双方都是在打明牌，你的证据我的证据我们都亮出来了，你的证人我的证人我们也都知道，但是这个因为这几天庭前一直有一个事情，就是检方他想要延长时间，这里头就双方就会抱怨，那咱们就会说，咱们这个辩方就会说你这每天都在换，每天都在换，这就是一个线索，他就是告诉了所有我们观众说检方每天他都在换证人的顺序，每天都是你根本让我们来不及准备，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这个就是像这个昨天给了16000页文件，这你一个周末你读起来也费劲，对，不可能，对，把它加塞进来，对吧？对，让他说，你给他一周读，你都有点费劲儿，你就别说还要去准备你的策略，你还要抓里面的细节，还要给整个团队去大家去合作协作，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非常难。然后而且他们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嗯，是很多次，这是想打乱你的顺序。然后你可以看到检方在钱上是非常下功夫的，对，他们最多的证据就是钱上的证据，对，他想你打你黑帮，想打你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所谓的一系列的这个12将里面的，他打钱打的是最狠的，而且他在钱上，我就是能看到他们对证据，对于证人询问之间那种自信，他们是最自信的，其他的证人其实就是可能都被问傻了有时候，但是在前面他们非常自信，很多专家和你绕圈，很多证据 email 证明你，很多录音，他们在这上面下的功夫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是对，所以以这个庭审现场的状况来看，政府现在可能想要在这个金融问题上面，对吧，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检方的钱这个维度上面下非常大的这个时间和心血，来向这个陪审团去展示他们所得到的这样的这个证据。但是同样的，对吧，我们的逻辑，你如果说这是一个诈骗，受害者都是投了多少钱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啊，如果你是10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诈骗规模，对，我们说投资10亿这样的规模，占有的钱占多少，机构投资者的钱占多少，今天有没有一个机构投资者站上去说，我是多大的一个对冲基金，我是多大的一个家族的规模，我在几几年投了 G 系列某一个公司多少钱，然后我觉得它是诈骗，从来没有，上来的都是这个合作的，对吧，然后要不英语说不好的，然后这个投了，然后钱也退了，然后还知道谁更合理，找谁先要，加起来都没到50万呢，这些人，对啊，加起来怎么能说他是10亿，所以而且损失的人 so far 文乐说他只损失了3万多，而且这还是很牵强的，对，对不对，很多的这个损失，这个是损失15000的，它里面还包括了 G Club 的10000块钱，所以说都非常非常牵强，所以说真的就是没办法证明，这是诈骗案啊，对吧？对，把整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就真的是0.001%有可能。对对，那我们接下来要拭目以待，因为这个昨天这个 Sabrina 的推土机在冒烟，对吧？那今天明天。这个关于更多的金融类型的这种交叉质询，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我们一定要关注的是我们的郭先生的律师，他的辩护的逻辑支点是什么？面对大量的这种邮件，对吧？大量的过去大家不知道的这个公司和郭先生家人有关的这些公司，都一个个被牵扯进来的时候，辩护律师的逻辑支点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所有过去这些？刚刚飞侠说，检方想说这一个公司套一个公司，套一个公司，套一个公司。对，然后他就想告诉你，但是呢这个钱是从这个公司进来的，然后呢出去的时候呢去了一个游艇，是吧，去了一个这个基地，那我们要看这个辩护律师在看待这一整个结构和一整个的这个钱的流向的时候，我们的逻辑支点是什么，这个是非常精彩的，因为这个是所有政府的这个金融牌，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核心的这个逻辑支点，相信在明天的这个交叉质询当中会体现出来，对，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因为这个要跟大家抱歉，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过来催时间催了很久，大家说这个时间太长，怕这个没有耐心听完，所以今天如果这个直播的这个节奏如果有一点点这个让大家听得不是很舒服的话，要跟大家抱歉，我们会继续的这个改进，但是呢非常谢谢 Jessica 姐温柔美丽的笑容，还有我们的 Ava 每一天很辛苦，然后还有这个拿了2本笔记本的小飞侠同学，第8本了，第8本还第9本了，第8、第9本了吧，第9本了，900万，100万100。对 Jessica 姐说这个比高考的时候更认真，对，全神贯注。对，所以我们谢谢战友们，我们这个大家好好休息今天，然后我们晚上有时间可以大家看庭审记录，然后明天我们期待郭先生的律师对这个金融类的证据进行交叉质询。好，谢谢，拜拜，拜拜。